校生代表，在校生立正。校长、主任、各位老师、各位贵宾，以及今天即将离开高原的学长、学姐们，大家好！我是在校生代表林希恩，我是钟如安。演练在校生祝福词无数次，最不希望上台的时刻到来。并不是因为我害怕了、紧张了，而是这一刻的到来，代表我最爱的学长、学姐们就要踏出高原的校门，和我们说再见。在这凤凰花开的毕业季节，看见学长、学姐们准备复出校园，不禁让我回想起这些年来与学长、学姐们相处的点点滴滴，往事情景历历在目，我们永远记得。在周会时，你们担任司仪、旗手及播音，协助师长们进行各项颁奖及活动。因为你们的付出，让周会进行得井然有序。放学时间，你们担任陆队长，维持陆队行进的秩序。因为你们的协助，让放学的节奏更顺畅了。每当学校需要公差服务时，你们总是义不容辞，担起责任，就像家中的兄姐，照顾着弟妹。因为你们的辛劳，让我们无忧无虑，安心学习。而多才多艺的学长、学姐们，每每参加校内外体育竞赛，总是载誉而归。参加语文竞赛，经常成绩亮眼，语文无误的表现，是我们学习与崇拜的偶像。也因为学长、学姐们这样无私无怨的付出，这样多才多艺的表现，为高原争取无限荣耀，也让高原更充满活力与朝气。亲爱的学长、学姐们，在高原美丽的校园里，我们曾一起度过许多快乐的时光，一起快乐的学习。下课时分，一起在操场上打着躲避，享受挥汗如雨的我们，是多么让人怀念啊！运动会时，一起进场表演，奋力向前，在场上摇旗呐喊的我们，是多么令人振奋啊！课间活动，我们一起在操场上跳跃，在跑道上奔驰。打扫时间，我们一起挽起衣袖，拿起扫帚，为校园的整洁而努力。我们在操场上留下了快乐的足迹，我们在校园里留下了欢笑的印记，我们一起度过无数个晨昏，我们一起走过欢笑的岁月，这一切的一切都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最热血沸腾的童年回忆。六月的高原，阳光依旧灿烂，白云依旧悠悠，但空气中却隐隐透着离别的感伤。因为今日之后，各位学长学姐们即将离开高原，告别童年，踏上人生的另一个阶段。离别虽然叫人感伤，但也一样带来希望。今天看着学长姐自信的神采，心底有股莫名的感动。因为我知道这六年来的学习，学长姐的学识丰富了，品格端正了，思想成熟了，也更加了解自己了。相信有了这些丰硕的成果作为基础，在未来的学习道路上一定能有更好的成就与发展。毕业只是人生的到点，而不是学习的终点。愿您们满
满载师长的谆谆教诲及学弟妹的真挚祝福，在未来的学习道路上逐梦飞翔，一帆风顺。在校生代表请坐下。谢谢他们的祝福。在校生代表请入列，唱祝福歌，明天会更好。五年级在校生及全体毕业生请起立。领唱同学是邹怡桦、黄冠明、孙满轩。